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ix Online 大设计。每次台风海啸来袭，陆地也要变成一片汪洋，这个时候才会发现水陆两栖车有多重要。为了方便在灾区快速进行救援，美国 GBIS 公司研制出的水陆两栖车 Humdinger 不但速度快，就连水陆转换也非常快，只需要短短的5秒钟就能完成。Humdinger 是该公司耗时15年研制出来的产物，其霸气硬朗的外观看着如同一辆越野车，等它下了水才会觉得是一艘游艇。为了在水中保持平衡，驾驶员的座位被安排在正中间，后面还能搭载6名乘客。其底盘前部与水面接触的地方都被设计成三角形，以此来减小该水陆两栖车在水中前进的阻力。在搭载4.2升的 V8 发动机后， Humdinger 在陆地上的最快时速可以达到160公里每小时，配备的越野轮胎还能让其征服各种崎岖的路行，基本上可以做到上山下海无所不能。想要进入水中并不需要任何准备工作，随便找个缓坡就能开进水里，而轮胎会在5秒钟内收起，以降低其在水中前进的阻力。与此同时，水下推进装置也会开始工作，据悉其在水面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。这种无缝切换形态将给实际应用带来极大的便利性，能够快速且有效地实施救援。视频元素来自 GBIS Amphibians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